怎么了？啊，你看他们都成双成对了，要不然咱俩凑合一下吧。没兴趣。 怎么啦？不舒服吗？知道你今天开心，但也不能喝那么多。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要提订婚的事？今天高伯伯在家设宴招待我爸妈，反正到时候一定会讨论我们订婚的事情。我只是提前……你觉得现在提合适吗？ 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？我真的是被逼的呀！你小心点。你看，你还是关心我的，而且你也并没有把探索科技跟少武的关系告诉他们。 我知道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心情也很不好。订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以后慢慢说。今天怪我唐突了，是我想的不周到。但是，高伯伯已经邀请我爸妈了，他们也很想你。你今天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